最后那个七月的小姐，我跟大家不同，太好，我觉得是曲一哥，对，我跟你讲，鬼鬼你太棒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喜欢你，好不容易等这，吓一跳，你等多久？他之后我想说应该会轮一下，怎么连三个？我这个你口气憋很久了。哎，跟你讲，为什么差点中风？因为我觉得他是点点加沙瓦工的那种人。然后我觉得你通灵哦，完全了解哦。而且他跟我一样捉摸不定，说明他也是鬼的附身。先讲你们这些女生，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的心机重不重？重。重。觉得自己心机重的举手。鬼鬼还想不举手，你看看。不举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心机，可是要看用在什么地方。那你觉得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地方，不可能用心机。这就是心机，自私啊，对不对？心机。好了，来，为什么？那我反问，你们觉得你们自己心机重不重？我们重啊。我们心机不重，我们做这个节目。哇，开什么玩笑？好，这样问哈，你们六个认为我们三个谁心机最重？大牙先开始。康哥。为什么？因为心机重的人要可以想很多很多事情，那康哥的头比较大，所以应该可以装很多很多事情，想得比较周全一点。我觉得你这样讲，我个人不会怎么样。贺大哥，贺大哥，他在讲你了，贺大哥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因为头大，暂时得到一分，丫头。我觉得是鹏哥。猫在叫干什么？怎么会现场有猫？在哪？是我觉得鹏哥。这是不是不好意思？请问一下，这是你原来的声音？对，是原来的声音。你生出来就这样子吗？生出来就这样，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。一直到现在。来，康哥带你到后面检查喉咙。是不是吸太多氦气？很多人都这样怀疑。你是不是？对呀，你呀。可是很难吗？怎么很难看？我也跟你一样。搞不好你是装的，一出了摄影棚就哎，我跟你讲啊，计程车怎么还没来？没有，他问大家都是真的。这是真的。那你让自己压低学男生讲话，预备气。大家好，我是丫头。我发现他好像真的是这样哦，他发音很奇怪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要怎么样试是真的假的？用打的。变，来出来打一个手掌，看你这叫声是怎么样。哇，还要用打手掌？开玩笑的。他要叫我叫哎。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呢？好，来第三位。你觉得我心机重啊？你觉得孙萌为什么？少龙很阴险，就光看节目没有认识。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他是谁？你是助左助右的演员，对不对？谁？难怪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他们现在跟我打对台啊！不要跟我的计较。再来是妹妹，你觉得谁心机最重？我觉得是康哥哎。啊！再讲我头大我就揍你。不是，因为感觉就是对女人很有一套，然后就是会利用很多方法，然后去这样。可是如果说他是对女人有一套，表示是好的心机哦。可是也许对很多个女人。这个我跟你讲，我不知道讲什么。同时啊，所以你觉得康哥对女人很有一套？你是哪个眼睛看到？就是整个直觉，直觉就是这样放眼看过去，亮起来，亮起来，就是在这个雷达，就是觉得应该就是。你叫妹妹的，你家住在哪里？在台北。出入平安啊。你想打得她变姐姐？没有。你怎么哇？好。哎呀，接下来这位哦，他一定叫 Apple。哦，你是叫 Apple 吗？你看到牌子吧？准。哎，你刚刚把衣服遮，不是你用头发遮起来，那不算。我说我一定知道你叫 Apple。Apple， 你觉得我们这里面三个人看清楚，三个人，一、二、三，谁心机比较重？康哥。毫不犹豫。其实我铺这个盘的时候啊，你必须不是铺。铺牌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对不对？稍微想一下，等一下，没关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每次有女来宾来的时候，就感觉你的脸就好像在盘算着什么。哦，特别的
的活泼。对，那表示你有在仔细看我们的节目哦。有，我都有在看。以后这一方面就尽量忽略掉。你也认识我？哎呦，目前为止，小刚你得三分。哎呀，可以。哎呀，那我们曲哥今天零分啊，还没有结束嘛。好了，再是彤彤。我觉得也是康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也是康哥很厉害，然后就是对女人很有一套，但是就是康哥不像彭哥那样，就是。靠俊帅的外表就可以吸引女生哦？你的意思是说我是用外表去追女孩子？对，因为彭哥感觉就不用费心机就会有女生来，站在那边就有了。对，好，来 ，OK， 最后那个七月的小姐，我跟大家不同，太好，我觉得是曲哥。对，我跟你讲，鬼鬼你太棒了，你有什么你？好不容易等下一票，你等多久？他之后我想说应该会轮一下，怎么连三个？我这个你口气憋很久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差点中风？因为我觉得他是点点加沙瓦工的那种人，然后我觉得你聪明哦，完全了解哦。而且他跟我一样捉摸不定，说不定他也是鬼的附身。呸！你有什么话要说？没有，我不过我觉得他说对，你捉摸是心机最重的人。我都不知道哦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见识？讲再讲。对，当然我有时候是不会看眼前的事情，我可能看几年以后，对不对？嗯，几个月以后，例如，例如就不要讲，我心机很重。OK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好，那我们也要评判一下，对，反问这六位谁心机最重？黑人啊，先问你我。心机的部分应该算是不会俩公吧？不会。你还先这样问啊？花俩公啊？哦，有啊，有人会俩公啊？俩公。会哭啊！老婆可不可以重录？然后马上改答案。你主持这个节目很累，很累。常常现场有人还要先问的，每集必哭啊，薄板面啊，哭到制服都湿的那种，全身汗。OK， 接哪一个？对，大家应该共识是一样，只能讲一个，只能讲一个，应该大家都说丫头啊，丫头啊。为什么？之前有一次生日背整的题目就是心机重，然后我是票选第一名的，就全班就是要整丫头，然后可是那个本来是说好整人，但是我每次看他们写的理由啊，来真的吗？写真的，你也会觉得是来真的？他们都说是假的，这样在现场这么多人，觉得丫头心机最重的，请举手。哇塞！哎，你们心机都很重啊！你是坏人，不是你举手吗？坏人！我以为我心机够重了，到底哎我没举手，哇你们更狠啊！哎，而且我还用这一招了，对对对，假动作。所以你们知道，心机真正不重的是我。对，来你举例，为什么他心机重？因为他一般来讲啊，妹妹比较嫩嘛，在演艺圈，但他会自己找笑点。铺梗啊，因为铺梗的话比较一定知道要那逻辑啊，然后比别人清楚笑点，到时候我来发那种，对啊，最后梗是他破，然后他就那种得逞啊，得分，我觉得很聪，这另外一方面是算聪明，很聪明，其实心机这种跟聪明是等号的，对对，但是是善良的心机，站出来，你讲一讲你的那个得奖感言，对，得奖感言就是我当之无愧啊。当之无愧，当之无愧。你们老师有没有问过你这个声音是怎么来的？不会去问，因为老师应该都是聪明人，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。哇！你看心机重不重？要观众来定夺谁聪明谁不聪明。那